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亲子游戏节目。今天呢，芭比公主啊，给她的宝宝呀买了一个好吃的。这个小好吃的是什么呢？看看啊，她回到家以后啊，看到了宝宝，宝宝呀就爬过来了，瞅瞅她的好吃的，这是什么好吃的呢？啊，她高兴地笑了，叫妈咪芭比呢。啊，咱们的宝宝，哇，他还给妈妈唱了一首歌，谢谢妈妈给他买了一个好吃的，这是什么好吃的呢？哦，像是蜡笔小新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是蜡笔小新，那咱们给它打开看看，这是什么好吃的呢？哇，这里头有个杯子，啊，杯子做什么的呢？啊，这里要倒上水，然后呢，把咱们的这袋好吃的放到里面冲一下，对吗？好，那咱们来看看，他呀来到了妈妈跟前，高兴地说谢谢妈妈喽，可爱的小宝宝。好，咱们看看咱们这个大杯子，哇，很大。这里呢有毫升，它告诉我们呢要倒多少水，好像是要倒100毫升的水。好，那咱们就倒100毫升的水。还缺一点，再倒上一些，啊，100毫升了。看看倒到这个100毫升这儿就可以了。那下面呢，咱们把这个料啊倒进里头，这是什么好吃的呢？让咱们来看一下。哦，真的是蜡笔小新，对不对？咱们把它撕开，撕开以后啊，倒进咱们的杯子里。看看这是什么？哇！自己呢，就这个呢是带气儿的吧？哇，是汽水吧？哇，自己泡沫就升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看看这是什么好喝的？咱们给它搅拌一下。哇，有这么多沫沫啊！这个呀，一定，我闻到了酸酸的味道，一定非常非常的酸哦。是一杯好喝的茶饮料吗？好了，搅拌好了，让我先来尝一下，然后咱们再给宝宝来喝，好不好？还有很多的沫，咱们把沫呀搅拌没它。这个使劲的搅拌呢，它的沫就会没了。好，让我来尝一下。哇，真的好酸呐，有一股柠檬的味道，非常的好喝，真的很好喝，就是酸酸的，
如果喜欢喝甜的呢，他这里告诉咱们可以加点糖块，白糖。这个宝宝来尝一下吧，咱们的宝宝，妈妈给他买了一个好喝的饮料。哇，这么好喝呀！太好喝了。妈妈还给他买了好吃的冰淇淋，妈妈对他真好呀，给他买了好吃的冰淇淋。那咱们来尝尝冰淇淋好不好呀？小宝宝说好啊，我来尝一尝。哇，真好吃这个冰淇淋，太好吃了，谢谢妈妈。他呀，非常感谢妈妈，妈妈对他太好了。咱们的小宝宝要给他妈妈谢谢。看看咱们的宝宝多开心呢，I love，非常爱他的妈妈，I love you。他跟妈妈说，他的妈妈呀，很喜欢他。看看多可爱呀，真可爱。好了，今天呢，咱们这个日本食玩非常的简单，只是冲一杯饮料，对不对？那咱们应该把它放到杯子里，朋友们喝的时候啊，才会很容易喝到。好，那咱们给它装到杯子里，等宝宝喝的时候呀，就可以到杯子里来拿杯子喝了，直接倒也可以。一杯好喝的饮料。好了，妈妈呀，都给它装到了杯子里头，它就可以呀，想喝的时候就喝了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大家玩到这里。好，感谢小朋友们的收看，喜欢我们视频的就请订阅我们，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带去不同的食玩。好，下次再见。